我平时用这种没有爸爸的杯子喝水的时候，小杯也拿不起来，只能趴着喝，非常困难。于是今天我发明了一个杯子把手，可以把杯子很好的固定在里面，方便把杯子拿起来。接下来给各位老铁们展示一下，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喝水，很难再呛到了。而且非常的牢固，这样也不会掉，这样也不会掉。我平时用这种杯子喝水的时候，每次只能盛这么一点点儿，非常麻烦。于是我特意发明了一个杯子连接器，它可以将两个杯子上下连接在一起，可以组合成一个新杯子，这样就可以装更多的水。不仅这样能装水，反面也能装水，倒入茶水，正面喝完可以反面喝，反面喝完还可以再正面喝。我平时用这种杯子喝水的时候，每次只能盛这么一点点。山刀，拜拜就行。山刀不是兵器，是专业刺杀的。